冷哦。哇塞，打字声音这么清楚哦。我现在在看自己的直播。好冷哦。延迟大概十秒钟。哇塞，打字声音这么清。我再去找找看哪里降低延迟。安安。刚刚看完医生回来。所以等我一下，我先吃个药。啊对，顺便有玩这款游戏的、啊。如果你们要跟我一样用挂网的方法，那个先买出就是可以先买这只啦，或是班杰明也可以，反正随便。再来就是把专家模式这个黑暗城堡过了，然后过到放弃这一关。那再來就是角色也不用太强，就这样。然后这下面点满，这个是在网络上看到的方法啦，不是我自己发明的、啊，我自己也没那么强。一个巫师，一个炼金，然后啊法师没吃到，然后法师第二个点020，然后这个是203，那再来这个是300，然后之后把一个卖掉，然后再把坦克摆出来，就可以发呆了。好，我先吃药。我的声音很小，可是我觉得很大声欸。哇，哈哈哈，不要逼我 啊， 啊，等一下麦克风掉。我觉得很大声啊。星星建议把猴子都练满再打。我已经练满啦，我全满欸，我角色全满。那我先吃药哈，不要嘞。你们刚刚在打星星哦，我现在要先赚钱买氪金道具啊。很小，我声音很大啊，你们可以调大声一点，我听我声音很大哎、欸。买氪金道具啊。难道说等一下哦。很小，我声音很大。我看看我的电脑，控制台，声音录制啊，还是因为我把娃娃放在上面的问题，因为我把娃娃放在防喷罩跟麦克风中间，还是我要这样子啊？因为我是怕爆麦才不想拉大声，所以要这样子哦。没有啦，我不是看耳鼻喉科啦，我看皮肤科啊。因为就是因为要在 FB 开台很紧张啊，然后晚上也睡不好，所以痘痘一直狂冒。嗨，云月，要不要一起 together 啊？云月要不要玩？你要玩的话，还是你们等一下要开台？你要玩的话，我可以陪你玩哦。看要2233还是对吧？看要2人、3人、4人。因为现在只是在挂网赚钱、吃药、聊天、发呆。没有，我因为他本来就有买了，因为我昨天就有在偷偷问他们要不要一起买，因为这个可以2人、3人、4人啊。然后他因为就说他已经买了，然后杰瑞已经买了嘛，剩哈记团团跟杰克，杰克说是可以买的，就只差团团跟哈记了。晚点要去抓宝，好吧，好啦，祝你抓的顺利啊。台湾很少人在玩，没办法、啊，这款
之前都没有中文啊，那天也是发现有中文我才开始玩的啊，不然真的看不懂。声音打开好了，不然好安静哦。继续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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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还是你要陪我玩，玩到你开台，也是可以哦。我那时候就是开 Google 的翻译，然后边玩那个第五代啊，然后边玩就边觉得哦，这样翻译还要去记，好累哦，所以玩了15个小时就没碰第五代的了。巧克力英文，可是巧克力英文至少它底子不错啊。比较深度的他就不太会啊，啊我是底子本身就不好啊。欸，我英文也是这几年才开始变比较好的欸。欸，那时候认识兔子之后，我就真的很努力在学英文了。因为之前玩的游戏都英文都要靠他翻译，我觉得这样翻译他又很辛苦，所以拼了命去学一些单字。所以我是这几年开始英文才稍微有点好，没有到说已经烂摆烂到放弃的那种阶段。我多益考多少？什么是多益啊？你是说学？欸，我那时候是叫学测。欸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英文从来没有及格过，应该说我英文从来没有考20分以上过。然后那时候是被一个英文老师激到我很不爽，我就去学英文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哎呦，你看看他竟然可以考到80几分。”就从此之后我就放弃了英文，就因为那个英文老师说什么给我两倍的分数都不会及格，因为我那时候考了29分，他就故意说两倍分数58分也不会及格。就那天我考了80、89还87分。然后在那边酸我，酸的我到我就完全不想要念英文了。哦，多益是考证照哦？哈，我没有啊。哦，不一样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好了，我钱赚的差不多了，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花钱了。哎、欸，还有那个昨天那位那个来帮我们答的，然后后来。我们昨天晚上有再稍微摸一下，然后你看拿到了，真是打得很辛苦欸。星星是还没打啦，我们昨天是打极难啊。我们昨天打极难就是我因为快结束了，然后我的干爹又一直不肯按大绝，就是灭团了，然后就很大声喊：“你还我400块哦！”啊，没办法啊，就是老师这样子，老师没做到老师该做的本分嘛。啊，学生很努力在念了，还用这种方式对待学生，我就整个完全放弃英文。就是因为那个老师，我才不喜欢英文的。
然后是到了高三吧，那时候有一个老师是真的很用心在教，然后也没有说到太用心，就只是说把他能帮我的就是帮我这样子，我就英文勉强努力又有拉回来一点点。你昨天有看到最后？不是啊，你昨天看的时候应该是只打到哪里？这三个而已啊，备用气球轮跟双倍飞船而已。那我们昨天还要打现金减半，这个整个是真的是哭的哭哎、欸，很难打哎、欸。然后我们昨天极难是用金钱的力量过的，所以我才开始往那个。往这个天赋开始点，才发现说，氪金的天赋好重要哦。我再要想办法冲这个这两个，少花一点点钱。好啦，我们准备可以开始。好奇繁星几岁？我三十几岁了哎、欸。好老师真的好少，对啊，没办法，我。这辈子遇到几个好老师都不是我的班主任。昨天不是昨天啊，我国小很喜欢一个老师，可是他是美术老师，因为他就是很小的时候发现，我讲啊，我真的每次都讲一样的，我真的讲到有点腻了。我小时候，因为就是美术班考试，因为我的那个。美术用品在我姐那边，我姐那时候又不知道跑去哪里，结果那时候是用我的手指头在做那个水彩画。那我画完之后，然后老师好像说这孩子是怎样，连那个笔刷什么都没带，所以我就可能是因为那样子没有上了美术班。可是到后面我听说美术班是要偷偷塞钱给某个老师才会过，反正就要走后台啦。你没有美术底子，你走后台可以上美术班。你有美术底子，你要真的很强才有方法上美术班嘛。那直到我国小五年级、六年级的时候，我遇到一个美术老师，他说：“欸，你这么会画画，你怎么没有参加到美术班啊？”我就说：“我以前我说我二年级的时候有去报考啊，可是就是没有上。”他说：“那你有要来吗？那个其实可以帮你。”后来我想了很久，回去跟我爸妈说，我爸妈就说不要。我就问他原因，他说那个要走后台才能进去的、欸、反正你就是不用学啦，长大再让你去学这样子。就长大我没有学画画，所以我从以前到现在几乎都是没有学过画画的状态，对吧、啊？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我的人生天赋都整个是很乱啊，都点到一些不该点的东西啊，不然就是本身天赋就是比较少。啊，想到想就好难过。等一下让我沉思一下，因为我其实现在心情有点差，而且我晚餐又因为赶着要开台。哦，其实我这时间是在吃晚餐时间啊，但是就是为了 FB 开台，我现在都提早吃晚餐，所以我吃很赶，又跑去看医生啊。那个医生又，我觉得我很可怜，我就只是差，真的是差一秒的一步的时间，我先抢到挂号，结果我在我前面挂号的一对情侣都没有来过这间诊所，所以他们在填单子的时候，哦，好久哦，我只是进去拿药而已。我就想说，可不可以让我先？我只是拿个药而已，我也没有要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。啊！结果他们就填资料，填了五分钟才轮到我挂号。结果那挂号七点开门哦，然后挂号我排到十七号哦，我整个哦受不了。哎，反正就是看到这颗骷髅头徽章就觉得很爽。你们要跟我玩吗？要的话再等我一下。我再去赚一下下钱，我觉得钞票好重要，货币好重要。填单子不是没有他就是先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先挂号，然后再
再轮到我这样子，没办法，反正就是排队嘛，不能因为你比较快，你就有特例啊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要公平啊。嗯，然后没掉。哎、欸，真的，赶快把这关打出来，然后去买个坦克车，因为你这样猴币就更多了，总比你在第一关15块15块慢慢刷的好。然后再把那个魔法天赋点右边第三点，你这样出来就是60块变66块。我有2万猴币之手，不用。哎、欸，你不行，我真的觉得你来帮我，我是很开心。可是你的网路真的。真的太慢了，所以不行。这样玩游戏玩起来真的也是有点难过。不用啦，然后继续聊，还要聊什么？哦，然后看帮我看皮肤的医生已经跟我已经很熟了，因为我前阵子几乎一个礼拜去看那个拿一次药。然后真的拿了半年，所以我一个月都要花800在那个医疗上。那再来就是那医生一直就跟我聊，哎、欸，好久没看到你了。我说哦，对啊，因为前阵子皮肤变好了。他、啊、怎么又回来了？我说因为最近压力大，失眠，睡不好，所以又长痘痘了。电脑版连连看，再看看吧。而且没有，我现在没有打困难啊，只是打个普通而已，就慢慢把那个关卡推上去而已。如果很卡，我就放弃。没有啊，我们那天也是有个干爹，不就说他网路9点半到10点半可以很顺嘛，就一进来还是爆。还是爆，有没有听到西宁？就是那位罗西宁，他那时候网路就突然崩炸，然后也不能怪他啦，真的有些人网路真的是冲到。我们哎、欸，而且我真的要讲哦、喔，昨天我在开直播又开房间的情况下，我们竟然不怎么断线呢、欸，因为通常都是。开到一半啊，有啊，那天有崩溃啦。礼拜日的下午，那天就是快过关了，结果有人断线了。没关系啊，等一下是。打简单地图跟简单模式而已啦，不需要太强的人，只是说可以陪他们玩一玩。等到简单模式困难的东西，简单地图困难模式再来找你玩。哎、欸，好少人在看这款游戏，我真的觉得这款很好玩啊！我还推巧克力玩呢、欸，巧克力最近还问我说有没有想玩什么什么游戏，我就说。哦，他推了我2款游戏，我说这2款我都有玩过，都很推，那我就推了这一款给他。啊，至于他玩不玩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我觉得这合作，这真的是合作啊！哎、欸，吴国立，我问你哦，你现在用的那一只，它的优势在哪里啊？就是技能用下去是扣生命10点，然后的那一只可以放图什么，像图腾的还是什么？这款国外没有啊！我跟你讲，台湾人的口味跟国外的人的口味不一样啊。国外现在斗阵也还是很红啊，可是台湾的话，暴雪的游戏就只有那个，就只有炉石和那个台湾人的口味啊。至于魔兽世界、斗阵特工跟暴雪英霸，国外都还是很红啊。台湾的口味就怪怪的啊。
没办法、啊。我最近是有想去玩麦块的伺服器啦，只是不知道怎么讲欸，我一个人如果要是我一个人会生存的话，我早就拍影片了。重点就是我一定要有人陪我玩，如果没人陪我玩的话，我大概麦块大概挖到钻石，我就直接删掉那张地图了。大概就是无聊生存，挖到钻石之后。然后隔天就没有动力打开了。况且有时候生存拍单人系列影片，又有很多不确定的未知数，你知道吗？可能你今天就是想要盖个，盖个东西，可是你有可能会因为一些变数改变你的行程，有的没的。然后又要把那个影片想办法浓缩在20分钟以内。他就觉得哦，目标就只有钻石啊，就这么简单而已啊！而且要是跟无缺你们玩的话，你们两个小时就跑去打中介龙了、欸，神经病！也没那么夸张啊，顶多4小时啊，反正你们就是有办法在一天以内就打完中介龙。所以要是跟你们玩的话，我就觉得我又没有体验到什么，就觉得哦，也不能跟你们玩，顶多就不是原位生存，可能就是要装模组什么的。啊，可能伺服器这边就是我出伺服器的钱，然后找干爹一起玩。迷你世界还好哎、欸，我那时候也白痴，不知道为什么迷你世界氪了2000多块钱，哈哈哈哈，然后氪下去就没有再玩了。好啦，西敏给你个机会啦，啊那个无果粒，那你也进来吧，那就给西敏跟那个无果粒进来哦。标准，钱好少哦！来来来，自己进来。巫师爬塔，巫师爬塔，我担心我的拇指会爆掉，因为那时候玩到我的拇指是整个肿起来，我只要轻轻碰到就受那个就会痛那种。